咁關於喺酒店有一啲市民或者有啲酒店咧，要容許一啲市民咧喺酒店嘅房間或者酒店嘅有啲設施咧，係做一啲好似開 party 嗰類嘅活動咧。咁當然呢個我哋其實政府同埋衞生署一路都呼籲咧，呢種行為我哋絕對唔鼓勵。咁當然依家其實喺業界嗰度，佢點樣喺操作上面去限制？入住的人數或者用個房間的人數，其實現存應該都有一些指引的，但是他怎樣執行呢？其實他們一定有一個相當就是自己的責任。但你說進一步怎樣透過法例去規管呢？那個呢其實真的需要多一些時間去研究那個怎樣進行的規管定係點樣執行，咁呢個真係需要花啲時間。但無論如何都好，喺呢個時候繼續呼籲咧，市民首先要自律啦，為己為人就唔好喺一啲即係地方去搞一啲太多人聚集，又會除低口罩，又會逗留好耐嘅時間，增加交叉風險嘅機會。亦都呼籲酒店業界咧，佢比較積極去。監管或者去行使他們的行政權力，去防止這些事情發生。